我很喜欢香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除了自己增加你的个人魅力之外啊，其实也是一种礼貌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吧。这个是一个新的台湾的品牌，是让我觉得蛮惊艳的，因为第一我很喜欢它的包装，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它是用那个木片，所以我觉得很酷。然后它的味道其实非常中性，然后我也是比较喜欢中性的味道，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太甜的味道，所以它让这个整个空间的感觉是非常的舒缓。Frederick Malle 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香水品牌，它的味道很特别，而且层次非常非常多。这一个是 Frederick Malle 出的玫瑰味，是我个人认为了，在我闻到香氛界里面，我觉得最香的玫瑰味。它没有粉，然后呢，它没有甜，你就觉得你真的在一个 garden 里面，然后里面你面前全部都是盛开的大玫瑰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这个是我冬天最喜欢用的味道，对，因为它这个 Frederick Malle 的这个 musk， 它非常的有神秘感，就是这个你一闻你就觉得说你要穿很多层衣服，它有一个很浓很暖的一个感觉，所以这是我冬天最喜欢的一个味道。Penhaligon 是我最喜欢的沐浴乳，我有很多他们家的沐浴乳，而且我有时候会变来变去，所以我目前是在用这两个香味，它的香味是可以在身体上面到两三个小时，所以你那两三个小时其实也可以当做你的 base layer， 所以你出去的那两三个小时，你有的时候不经意你会闻到自己的香味，所以其实也已经有一点像在就是擦一层淡淡的古龙水的感觉。